世界如此简单。东华是唐七《三生三世》系列小说第二部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的男主角。东华帝君无父无母，起初无名无姓，生于远古洪荒的乱世之中。因诞生之处碧海苍灵之华泽，地属东荒，因此自命名为东华。东华担任天地共主之位，定下仙神的律法，有掌六界之生死的权利，号为东华子府少阳君。他座下有72座神将，都是一时之豪杰，战无败绩，兵行必胜，天下因此而安定。后来因天地安定已久，应当更新气象，另立新君，因此卸下君位，选择天族的仁善者传位给他，此后退居太臣宫，不问他事。